这个人两个小时之内在十几个行业论坛和群组散播这个造谣帖，说你们俩是同行圈的毒瘤夫妇，而他手里的这封推荐信就是实锤。这个事情很明显的是有预谋的。我承认我是着急了才给袁帅写的推荐信，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做过帖子上说的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你觉得你现在摆出一副清醒的自己面对别人人性吗？就算要离职，我也不会背着黑锅走，更不会牵连别人。我希望你可以向总部坦诚你所有违规的事。你们俩现在也不好过吧？推荐信的事情是你搞的鬼？找我来是为了炫耀你的胜利呢，还是为了侮辱我？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希望你立刻终止所有违规合作，并且立刻从人类去离开，否则我会继续针对你，针对你到一无所有。你将来是打算辞职，还是继续留在同行？我都会尊重你的想法。